我想我俩干这事儿，我都想笑，都对，真太新了。你知道我俩干一什么事儿吗？兄弟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桑塔纳，这给我动买多少钱？2500来着。你知道我俩花了多少钱买一金牌桑塔纳吗？10W 啊，狠狠拿下。你知道咱为什么买这个吗？来，告诉他们。5000公里，06年，一手车，金牌。兄弟，这太狂了，必须的，年检，正常年检都是原厂的这个大众标，沃斯瓦根。原厂那个巨经典的大龙骨，这就是咱小时候那大真皮沙发座，真的太经典了。这内饰确实整备了一下，电动调节这个窗户，原来咱都是那个哗哗哗手摇的，是吧？啊，给大家烫手去，这真太牛逼了啊！就这个年份的啊，这种车你看了吗？这都是什么东西、啊？行驶本、绿本、一手的，哎，说明书，上海桑塔纳，上汽大众，这边黄了，这都。哎，猴子啊，这车咱哪年买的？06啊，兄弟，那他为什么这是10年就印了？哎，打开机，打开，看，你开呀、啊，不好搬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没刮伤，你开呀、啊？等我给修一下，我修一下。哎呦喂，兄弟，能直接看见底下？对，虽然这是擦了，但是跟新的一样。哎哎，咱能开一下？开有什么问题啊？那肯定的。买了肯定得开啊，走，兄弟，来开啊，我来开，你开啊，你会开手脑啊？他就行，踩离合是吧？对，一枪着，就看底下这声，哎，哦，哎，就这声啊，哎，哎呦喂，就是老司机都这样，对吧？啊，不是那年代，咱们爸都这样。这儿缺一这 U 型锁挡的那个，对。我去，门开了！就那真门关不上。一会儿整备，一会儿整备。骏马，我跟你讲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永远长不大。女人永远都在买新款，对，男人永远在买自己小时候买不起的东西。等自己长大了，有能力了，一定买回来也实现。必须得实现一下。20岁喜提17岁的桑塔纳啊！牛逼！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。